梁國雄議員得俾人駁，估唔到係來自即係同聲同氣嘅人駁，我真係冇辦法唔去即係、指教一下陳偉業議員。佢話我唔啱啊！你真係講嘢係咪？嗱，佢駁我咩呢？就係、我做咗兩個嘅修訂嘅，係咪？咁呢個編修正案編號34嚇，總目21。分目000議決削減巴巴巴巴巴，其實講嚟講去咧就係、行政會議非官守首席議員嘅全年及半年嘅薪酬開支咁樣 OK 嗱、其實我真係疑中留情嘅，如果大家唔滿意咪半年咯，誰不至死啊嘛，留個全屍啊嘛，係咪？其實大家揀嘅喎，使乜咁快駁我咧？老實講。知人知名是人生第一样嘢嘅，主席，淨係呢一个林焕光冇知人知名都抵佢即係受到腰斩啦，係咪？个原因就係点样呢？你都记得嘅。当梁振英上台嘅时候就周围物色人，咁就老实讲佢就真係做嘢即係非常之讲究现实，咁实都冇朋友，係咪？非常之硬实硬轟轟，咁你都唔想做，咁佢揾咗林焕光。咁林焕光本身就唔應該淪落到俾我去批評佢嘅地步，因為點解呢？佢本身呢就係而家周恩岳嗰個位㗎嘛，叫平機會。平機會喺本港呢係真係享有呢個非常即係、相對於政府嚟講呢享有非常之高嘅聲譽，即係話呢係政府俾錢，但係佢夠膽去話政府唔得嘅。咁今日當然而家周恩岳同呢一個政府嘅爭論就係關於嗰、那個即係呢一個性別取向，唔係呢個性別嘅問題，即係話你可即係關於係咪同性婚姻啊？講炒埋一橛，周恩岳真係出嚟間嘅，真係俾政府鬧嘅，真係俾政府擁躉鬧嘅。嗱，如果林焕光當日唔係錯信咗阿梁振英。嘅勵精圖治，梁振英唔係收起一家等於零嗰、那個數學神蹟，即係話我其實喂阿、林生啊，我有手尾根㗎哥，我有個地窖喺度㗎，係咪？我一隻手指指人，四隻手指指自己㗎。喂，你即係老實講，佢今日俾我 cut 呢個人工咧，自招嘅嗱，第一。你做得呢一樣嘢，你就要間。主席，我講好多次㗎喇。偽證。喂，你而家呢一個咁嘅非官守首席議員就係偽證嚟㗎嘛。喂，你唔啱咪話你囉。拍台得㗎嘛，係咪？當然我係知道啦，彭德懷同呢個毛澤東拍過一次，大家都用粗口交談咗之後，彭德懷死得好慘啦。咁都係拍㗎嘛。大家喂，你唔啱，你咁樣做唔啱，要領導。佢要有一個領導能力，領導呢一個非官守嘅議員喺官守議員嘅包圍底下，變為一股清泉喺逐水裏面嘅清泉，有冇做呢？做唔做得到呢？係咪？你本身係一個有志向嘅人，係咪？俾董伯伯有論過啦，做呢個特首辦。主任覺得唉都唔得啊，官場唔得，跳出去做平機會，有咗個獨立嘅權能啦，又翻嚟。好啦，但係佢有個問題喎，佢不能去領導非官守嘅議員去抗衡官守議員，因為官守議員冇得講嘅。其實呢個設計真係得嘥時間嘅。官守議員同非官守議員差唔多，分鐘多過去，因為啲個非官守議員即係分分鐘。即係又做唔到咁啊！林奮強啊，咩嗰啲你知道啦，係咪？咁即係會少咗啲。咁你即係你係少數嚟嘅，少數就要做一個忠實嘅反對派啊嘛。即係話，凡係特首施政裏面有疏漏嘅，有呢一個大逆不道嘅，你要講噶嘛，係咪？林文哥講過咩呢？你睇下佢喺呢一個歷次嘅行政會議問題上面，係咪呢個？非官守議員也好，官守議員也好，下堂蒼黃祠廟下堂求佢，佢講過乜嘢呢？有乜嘢得益於港人呢？
係咪？好啦，喂，好似佢好似一好似我屋企嘅燈膽咁喎，接觸不良，有時著有時唔著喎。初一十五不一樣喎，到呢個 HKTV 嘅時候挑選，喂哥，人哋叫你幫佢睇住個胎盤，你見到風高浪急就入去洗個手先，喂，梗係撞船啦。嗱，在公義上，嗱，主席你聽我講啊，我真係唔係屈佢，在公義上，你一旦反對你嘅，你委任你嗰、那個呢、這個主公也好，你叫咩都好啦，佢唔聽你講，你就要辭職啦，以示清白，係咪？你又唔係嗡嗡叫，講兩句又唔講，咁你咪益增呢、這個其他嘅人對於你個主公嘅憎惡咯。如果你坦坦白白，喂哥，呢幕真係我頂唔住喎，係咪？真阿蘇局長係咪啊？頂唔住咪報警咯，係咪？咁你唔報，佢唔報得警啊嘛？佢咪要同香港人講呢件事，香港電視呢件事，我認為呢一個特首唔聽我哋講嗱，呢個我唔係屈佢噶。當呢一個林煥光處於呢個非官守議員之手，即係之手嘅時候，佢係有一個權能嘅，其實，因為如果非官守嘅議員全部反對特首，記錄在案，係咪先啦？而家喂，有冇咁做？穆宰陽自己出嚟講幾句，有冇咁做呢？係嘛？以至到而家就一拍兩散啦。林煥光嗡嗡叫之後，梁振英就五葉子，咁跟住就不了了之啦。係咪成件事做唔到啦？而喺佢領導底下嘅非官守議員咧，就各行各路，各說各話。喺呢個議會裏面又講一套，出去見傳媒又講一套，去到商台接受訪問又講一套，不一而足。有咩體面啊？如果你林煥光係有領導能力嘅，就咁講啦。嗱，主席，我哋而家投票，唔好俾票佢，同官守議員分庭抗禮。嗱，呢啲逆成語係有用嘅，敬畏分明，以留諸後世嘅記錄，睇到呢一個行政會議嘅非官守議員，的確係可以起到制衡嘅作用嘅。留取丹心照汗青啊嘛！而家冇啊哥，大家又跳舞，大難臨頭各自飛，我喺度唔不辱官之意啊！嗱，而家全部都唔喺度，我又唔叫啦，係咪？葉劉淑儀一個版本，李慧瓊有一個版本，林健鋒有一個版本，喂，講緊去邊啊？你點領導佢哋啊？係嘛？你有冇領導到佢哋？所有嘅，如果佢係有個咁嘅建議，就係話我哋今日要用我哋嘅權能。喺度投完票之後出去，由我林煥光講呢件事，我哋非官守議員係一致反對特首嘅。特首話有重大工作，你係講大話嘅，因為官守議員係你嘅仆人，佢無所謂呢一個私隱。我哋自己話全體反對你，咁林梁振英咪成家箱打開咯，因為你哋都唔怕人哋知道你嘅投票傾向啦嘛，係咪啊哥？做人嘅嘢食得鹹魚抵得渴啦，哥食得鹹魚抵得酸啦。喂，你唔係咁做喎，嗡嗡叫喎，係咪啊？咁我喂，咁我見到你咁樣先就遇人不熟被騙，繼而在佢嘅淫威有論底下，只係呻吟幾句，不能呢一個義正詞嚴抵擋呢一個淫威係唔得噶嘛？我減嗱，老實講，如果咁呢度就值得減佢一半人工噶啦，已經係咪先？仲有一個問題喺我哋重重複複嘅風波裏面，舉個例，政制改革，我知道林煥光係唔會講公民提名呢樣嘢嘅，我知道佢一定唔會講，因為講咗就死罪。喂，阿哥，唔該你啊！你就成日佢入去之前又講我哋咩核心價值啊，咩核心價值，我都唔知核心價值講得太濫係乜嘢嚟嘅。喂，今日港人喺度，即使退而思其次，即係話哦，阿哥，
你唔俾我公民提名，咁你都俾我公民提名入閘，跟住你去俾我出閘。嗱，呢個方案就係所謂核心方案啦，即係將來傾都係咁傾。喂，林煥國喺呢一個特首嘅施政班子裏面有冇反映到呢個意見呢？反映到連呢個建制派都覺得喂，閂埋道門就冇㗎喇喎。有冇做呢？有冇討論過呢？如果冇呢個議程，你應該提出呢個議程。有呢個議程，你應該盡能力為香港嘅溫和民主派盡一分力㗎嘛。係咪呀？你喺呢一個平機會嘅時候講真就天下無敵，係咪？咩核心價值？喂，哥，你而家事到臨頭啊！我哋不能選你入去，但係呢一個基本法都發明咗個機制，呢個東施效顰或者西施效乜都好啦，就係採納英國人去由本地嘅資產階級、本地嘅買板去制衡一個遠自英倫嘅總督，係曾經出現過啲嘢嘅。小弟呢就因為嗰部電腦壞咗就吸撳唔到出嚟。喂，呢一個喺以前殖民地統治都尚且能夠如此。喂，嗱，佢想舉個例啊，講鄧蓮宇，或者講喺呢一個彭定康底下，佢同中方拗交，呢、這個行政會議裏面有人拆，有人嚼佢嘅喎，講話我唔係嘅，呢個港督唔啱嘅，有嘅喎。喂，嗰陣時係大時代，而家唔係大時代咩？嗰陣時係一個英皇制國嘅封閉政制，今日我哋係依個基本法去俾賦一個合法嘅權利俾你，無憂無慮，不需公民抗命。喂，唔講，嗡嗡叫。喂，呢個林鄭月娥正話講嘅行為，佢有冇出嚟講個公道說話？主席，所以我覺得，喂，減我一半人工，即係減我一半人工，就令佢苟延殘喘，即係話咧，令到佢繼續覺得可能有得做，即係將佢全部嘅人工係呢一個一個減曬咧，就真係去其於翼，冇噶啦，玩完噶啦。嗱，主席，我同林煥國係有交往嘅，我覺得佢做嘢都好嘅，其實係一個比較好嘅人。舉個例，喺呢個奧運馬術會嘅時候，小弟揸住張證去入去嗰度睇馬，有啲人話要搜我身，佢話唔使嘅，呢個係議員嚟嘅，唔應該搜佢身。終於我就攞咗張紙出嚟示威啦，為呢個國內嘅文盲人士請命。嗱，呢個人做得到嘅。我最慘就係佢退步啊！所以各位議員，如果你係愛錫林煥光嘅，即係呢邊啦，即係所謂反對派、泛民主派愛錫佢嘅，唔該你交叉佢斬曬。如果你哋覺得疑中留情、刺其全私嘅，咁你咪減一半咯，係咪啊？主席，我做人仲話係極端派，講價有減喎，呢個。咩陳老太嗰啲話我極端派真離譜喎，哥，我係疑中留情，講價有減。如果各位認為罪不至死嘅，我你咪投我一個呢一、這個41咯，修正案編號係咪？如果你認為喂長毛你言之有理喎，去其大勢好喎，等佢即係痛定思痛喎，咁你咪投34咯，係咪啊？咁你點解嗱？老實講，真係我唔敢話空谷足音，我只係話極之戇居。我講嘅情詞並茂，講緊一個喺呢個泛民主派又有飛嘅人，一個喺建制派裏面又有情面嘅人。喂，哥，定佢嘅生死喺度，除非我係知道係橡皮圖章，知道整定嘅啫。呢個嘢隔日燒賣啫，否則一定起而變之噶嘛。或者劃藥不能減，劃藥減一半，劃藥去其全去其勢。主席真係太寂寞，係咪啊？我係好清楚咁講，我係為呢一個基本法之下嘅一個委任出嚟一個主要嘅奸臣，代表非官守議員嘅首領去立言，冇計啦，冇人理。
我又應承咗唔可以叫林滿江嚟，都係咁啦。我都係飯後果不如飯後鍋，食完飯行下。梁議員，十七三。梁議員，請你停止發言。飯後果不如飯後鍋，十七三。